我们带了什么好听的歌吗？都有安排一连串的进去啦，就安排一首比较熟悉的这首《爱你一万年》。好，《爱你一万年》，先来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第二棒的演出，蔡秀文。熟悉的歌曲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你们热情的掌声，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音响老师，还有我们非常棒的神风岛乐队老师。